油炸食物上都写了油炸温度，这个油炸锅配有油温表，盖子是防溅油试剂，翻盖自带立油小架子，并在边立油。等油温慢慢升高，需要探测温度的时候，才把油温表放进去。因为如果用燃气炉，锅边温度太高，会导致油温表的保护罩受热变形。 这个油炸锅也可以用在电磁炉，完全不会溅油。除了温度计以外，整锅可以清洗。因为油导流口油倒出来很方便，不油炸的时候就是一个实用的小汤锅。